又是十四强，我这个时候我还是看到那个，还是看到那个，李玟呐，还是看到李玟呐。现在我看到李玟的脸就是被冻伤了，那个冻疮的脸了啊，像有冻疮在脸上的那种脸型呢。但是经过化妆就看不清楚了。如果不化妆的情况下，就感觉是，被手冻了一个，脸上产生冻疮的那种状况，脸上产生冻疮的那种状况啊。如果说没有化妆的话啊，没有化妆的话，没有化妆的话啊，然后那个，手上也是啊，好像是被冻伤的那种感觉的皮肤啊，感觉有冻伤的，那个，那个就是外力护体引起的啊，一般的人不会往上面去想，所以呢，总是到医院里去看，医院里也没了解啊，医院里也没了解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